Come on.
被打野咁諗。我頭先第一節咧，有個 friend 都話我哋有條線，十二比十二第一節，唔係計。全場29-21，你睇下後三節攞三分，手得九分。今日嗰場咩？金州勇士對波特蘭上半場結束，呢個82-62啊！啲人又以為打完，呢個好誇張，呢個強。可能我嗰個接受，因為我知我呢部機接收好勁，因為我哋去咗台灣嘛，我係四間房並排，我 share 出嚟佢最尾嗰間房都收到。但係你翻嚟嗰間唔住咯，我第一間。有十分鐘，你點解唔夠耐？要多十分鐘，我冇分啦。花啦！可能佢為咗咩啊？係上邊嘅，然後再過一次咯。費事等人又為咗啲人走嚟接包，特別嗰啲麻煩。拍車又斷，即係俾啲説話你聽，知唔知道？咁啊，同埋呢個 mon 咧，成日夠光，有冇辦法？一夠光，夠光咗都係咁樣啊！呢只比較直，啲人即係變咗要好直接走到嗰度先望。因為算啦，我換翻我個細嗰個，因為呢個就算大 mon 佢都個線都冇細，縮細咗，係咪就一嚿？唔使人同事啊！好，快啲！我感覺到係咁咯，因為我哋都四年世噶嘛，所以我唔想咁快輸啦。